OK， 今天你们看天公赐福，没有天公小礼包拿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官方不给 W 中瞬间，就没有天公小礼包拿来的。OK， 免领中免费的，免费五个灯。OK， 怎么跑出来啊 ？OK， 最后五个灯。OK，W 说过了。如果让 W 中一个 0.25% 的瞬间 ，W 直接氪金氪起来，来了，每次氪了都抽不中啊。OK， 第一个灯，哇，两个碎片拿来的。OK， 第二个灯，关于屁股头拿来炒菜的这个屁股头。OK， 紫金装备拿来的。哦，最后一个灯，官方帮 W。升迁起来吧！不，关于头啊，拿来炒菜啊，太好了！升迁升起来，不用氪金。不 ，OK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东风寻宝。哎呀，每一次拍影片一定要来开一下。什么啊？到底能不能中到40个碎片啊？有人说他们中过很多次嘞，为什么 W 就中不到呢？哇！太邪门了，真的是太邪门了，各位，好扯啊！40个碎片呐、啊，哇，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中了哎、欸，哇，40个碎片呐、啊，第一次啊，哇，好扯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，我的天呐、啊，真的太邪门了。真的中了40个碎片啊！不，哇，真的，每一次拍影片，一定来开这个东风寻宝就对了。不 ，OK， 再来又是开箱子的时间了，奶奶的，每次都有箱子开。OK， 灼烧棉伤，来一个隐喻吧，来个隐喻 ，WG 升级起来了。哎呀，没有隐喻。OK， 五个百分比，喂，击杀回怒 ，OK。没有啊，奶奶 ，OK， 再来 W 要去换纸钱了，不，又有一个宝物要变纸巾了，纸巾 ，OK， 换纸 ，OK， 三个法防100，两个物防180，直接换纸我们的太平要素，升阶，不，又一个换纸了吗？太平要素纸巾，攻击15%。生命15%，到底能加留下建立？不，21亿，然后再来就是精炼。哎呀，117，118，然后还差两级，还差两级就毕业了吗 ？OK， 然后再来今天战力是6953亿。不，今天没什么东西升。可是 W 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来，在那个什么，在学宫论战，哇、哦！你们看 ，W 又找到我们的李小龙了吗？哇、哦！李小龙6900，喂，看不到哎、欸，哦，6948亿这里，哇、哦！李小龙又来了 ，OK， 全服排行榜已经找不到他们了，所以 W 就在这里找起来，哇、哦！又可以来打我们的。李小龙啦，我打我打！OK， 首先是穷奇，速度怎么那么慢？哎呀，特别忘记调速度了嘛。火牛，没事吧？就让他那么慢吧。喂、哎，为什么 W 的瞬间被跳过了？不是吧？难道是被晕了吗？我、哦、真的很不习惯哎，太慢了，不行，来调一下，6倍 ，OK， 这样就快一点点 ，OK， 也不会太快 ，OK， 月影蝶舞 ，OK，Thunder， 一点都不神勇，哎，可以耶，他是李小龙啊，他当然是可以神勇的。孙鲁班，雷祖么爹呀！孙鲁班，你竟然秒后排！孙鲁班，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你以为你魏延呐、啊？竟然学魏延秒后排！
可是他的后排还是复活了哎、欸，奶奶的，哎呦，瞬间终于又出招了吗？谁剩下一个张辽？七星张辽，呜，极限张辽，月影蝶舞 ，OK OK OK， 金毛狗汪汪 ，OK， 孙鲁班，哇，开什么玩笑？今天 W 孙鲁班超强的耶，又秒后排又秒张辽，哎呀，哎，各位，威严化身的李小龙，呜，又出现了李小龙啊！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！啊！哎呀，李小龙，喂，奶奶的。刚刚又想要说他死翘翘，又被复活了，可是现在又死翘翘了，我的天哪！超杰变蛋蛋，哎呀，为什么给超杰蛋蛋呢？给李小龙蛋蛋了吗？哎呀，那么 W 就可以大爆李小龙的蛋蛋了，呜！OK， 再来就是天梦冰蝉，哦，7000亿，7071亿。哎呀，这个人本来比 W 战力高很多的，可是最近好像没什么氪金哦，战力好像慢了。哎 ，W 都快6900亿了，他才7000亿啊！你看他的极限张辽，他之前高 W 很多的，现在应该是没什么氪金了吧？OK， 五颗星，徐猪猪一星，超批两星，有没得超接 ？OK， 魏国，大起来 ！OK， 哇，还是一个 VIP 15。哎，他还玩超接，超接化身双超接，你看他的阵容是以前的阵容了吗？现在哪里还有人玩双超接啊？他应该是真的是没氪金了。不然 W 的战力怎么可以追到那么快？他战力比 W 高很多啊，之前高差不多1000多吧，1000多亿。OK， 喂，复活超皮死翘翘，复活超杰。OK， 到谁？喂，什么不痛？为什么打不痛？奶奶的！好像没什么感觉，没暴击吗？应该是没暴击。月影叠个舞 ，OK， 金个龙，他的亚美得 ，OK， 打闪避到 W 亚美得，亚美得，不，冰冻了吗？太好了 ，W 玩吴国竟然可以冰冻到魏国，太棒了吗 ？OK， 神勇无双。你是李小龙吗？你有神勇吗？李小龙才神勇啊 ！OK， 复活，亚美得，又无敌，奶奶的无敌盾，喂，打闪避，为什么你会打闪避？哦，他致盲啊，三星瞬间致盲，哦，你又冰冻了吗？亚美得，他不是不是看到你又冰冻了？太棒了，冰冻到了潮节吗？太好了，就是要一直报仇魏国就对了，一直冰冻，呜，必杀技，哇 ，W 的必杀技竟然瞄不到张辽，他的极限张辽有点硬啊，再来个必杀技，还是瞄不到，哈哈，双胞胎都瞄不到啊，奶奶的好硬啊 ，OK， 快死了，张辽快死了吗？不，张辽快死了吗？剩下一个许猪猪一打五 ，OK 吧？许猪猪，你那么硬，可以啊！残血许猪猪，哎呀，还是不太行了吗 ？W 的双胞胎瞬间，不 ，OK， 统计瞬间1500亿的伤害，太史是700亿、200亿、300亿、600多亿。OK， 许猪猪600亿、300亿、400亿，张辽200亿。OK 了吧？天梦冰蝉，哎呀，应该是没氪金了，赶紧氪金起来吧！你看都没有火牛啊，没有火牛哦，他连
他连蛋蛋都没有耶， W 是没有蛋蛋，没有火牛，那个葫芦娃还是没有，他真是没氪金了耶。哎呀，退休了吗？难道你跟 W 一样是退休人士吗？不 OK， 再来 W 找到一个非常狂的东西，非常狂，来 W 的排行榜 OK， 然后战力榜，不，你们看第五名我们的帅凯6500亿啦，不，6500亿不用紧，各位你们看他的胃炎，他的胃炎已经6颗星了，我的天哪，6颗星的胃炎啊，哇，磕到去6颗星了，你看多么的屌啊，我们的帅凯6颗星姜维，6颗星张飞，诶，6颗星诸葛国，诶，你跟六，你跟六很有缘啊，还是什么，还是你特地是升到六，六大顺奶奶的，全部都是六，一颗星的呀，没得，哇，应该很强了吧，6颗星胃炎应该可以越战 W 了嘛， W的瞬间才3颗星耶， OK， 打起来看看你的6颗星胃炎能不能越战 W 起来， OK， 应该 OK 吧，6颗星很强嘞，哎呀， OK OK， 他的张飞一号位， OK， 强起，他现在有火牛，各位，对呀，他有火牛了吗？他有氪金了吗 ？OK， 落日神功。OK， 他的金毛狗喔喔 ，W 的金毛狗喔喔 ，W 的等你连击。哎呀，张飞死翘翘了。OK， 再来是必杀技。哎呦，魏延撑住了，不错不错。哦，他的魏延穿青龙刀啊，穿着青龙刀撑起来，哎呀，他没怒气耶，魏延应该要给魏延怒气啊，不然他怎么出怒气啊，哎，他怎么出技能啊，他应该能瞄 W 后排了，来瞄后排，魏延必杀技也没满耶，怎么这样，哎呀，一直被控制，完蛋，可以 W 相信你，你是可以瞄 W 的后排的， OK OK， 有怒气了，有怒气了，呜，出到招了，瞄了鲁肃，然后也没得残血，还没死翘翘，没问题，下一次就可以瞄了，哎呀，竟然被化身打死了， OK 吧，你看魏延不错啊，不错，他的伤害都有1100亿了吗， W 哇，伤害还高过 W 啊，开什么玩笑，瞬间才980亿，他1100亿了，六星魏延啊，400亿巴拉巴拉巴拉，200亿 OK， 可以，帅凯 W 就等你成长起来，诶，成长起来，赶快超越 W 现在才6900亿，很简单啦，还差400亿，随便刻一个魏延7颗星应该就可以超越 W 了，哎，他的名字叫帅凯，哎，难道你是真的很帅吗？奶奶，还是你是随便放名字？因为他在 W 的群组里面，他放他的头像是放他的女儿的头像。你放你女儿的头像，你奶奶的，你应该放你自己的头像啊！因为你叫帅凯，没图没真相 ，W 怎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帅还是假的帅 ？OK， 下一次要看到你的头像哦，奶奶的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帅凯？如果你没再放头像，就真的是改名了。直接改名变了吗，叫丑凯吧，丑凯奶奶的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分享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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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